好，安尼咱的会议继续啦吼，啊，过来话咱请吴文雄议员。感谢大会主席啦吼，咱县政府吼，各局处的主管吼，以及咱李馆长，大家辛苦啦吼，因为今仔日是咱这个专题讨论吼，佮三项白社会吼，定期要发言呢，真多啦吼。意见大家真多，所以讲时间上延长咧到即阵啦吼，大家辛苦，直接甲恁抱歉啦吼，是毋是讲对我第一个率先啦吼？休困五分钟进前是第一批次啦吼，伫休困五分钟了是第二批次啦吼，将发言的时间来缩短吼，因为大家拢也未食饭啦吼，等下则麻烦主席吼，你来做一个裁决啦吼，这个针对吼，咱今仔日所讨论的有三项议题。第一项就是咱台湾灯会的分林啦吼，这以我个人的看法啦吼，咱分林县政府团队啦吼，的表现应该是可圈可点，绝对吼，值得咱大家共同来个高度的一个肯定啦。吼，伫一个分林要起灯进前啊，分林县政府所有各局处啦，应该是吼搞得人仰马翻啦。动线规划啦，人潮来的时阵，咱有法度通去容纳无？免啊去迎接全国，来观赏灯会，诶，这个人潮，这不是很简单的台湾灯会在引领而已，整个过程啦，真正是值得咱个肯定的啦，大家辛苦了，那么第二项啊，针对讲八年8800亿前瞻。基础建设这个部分、有八年的时间嘞，当然，伫第一年度啊，咱因为咧办分林灯会啊，大家时间点拢集中伫遐，所以讲起步有较慢，伫遮吼，伫遮嘛期待讲咱这个所属的各局处啦，针对分林的这个需求，因为辽源广阔，人烟稀少，咱。原有的这个建设经费就少啊，需要建设的所在够遐多，所以讲在这个部分啊，底下很强烈的要求，在后续七年啊，咱的这个所属各局处，咱的针对前瞻性的这个计划，8800亿，咱要哪争取较侪经费来咱分林建设啊，这才是咱今仔日议会当然大家底下强烈一直咧要求。一个目的那么第三点呢，针对废炉渣的问题，我讲一个焚化炉造成分林县历史的工业，对中央咪把焚化炉起好，苏迪芬啊做县长的时阵啊，把焚化炉解约，造成分林财政的侵蚀，捉襟见肘，土地拍袂遐济去。到第演时阵，咱的李进勇馆长啊，你就必须要面临着民生垃圾处理的这个压力甲问题啊。委外处理，谁在人起价？谁在人起价？过来，演时阵所面临的这个上严重的问题。一栋粪扫去共换栋白的废炉渣转来咱分林，伫遮我要请教咱的这个环保局长、环保局长，一栋粪扫所形成的烧到最后是剩偌济废炉渣，请你做说明者，简短啦吼。家己原报告吼。咱用100栋来算啦，吼，100栋的垃圾啦，吼，差不多会产生15栋到20栋之间的这个底渣，啊，甲5栋的这个灰稳定固化物，吼，灰。好，你请坐啦，吼。我来听你咧做说明，就心肝干来伫听起来。分林县针对粪扫处理的问题，敢真正这里无来？啊，若像安尼啦，都继续落去，无改变的话。全国所有的焚化炉，伊的这个灰，伊的底渣，
拢是请来咱福林关啊，福林关就是变成这个啥，这个灰渣、地渣的粪扫山。县长需要去改变吗？您的分乱如环评需不需要再去重启？这是一个真严肃的问题啊！这是对你来讲一个重大的考验嘛？不要让一座分乱如变成政治斗争的一个产物，烫手山芋，后壁面无多通解决。全国乡镇，也佫有停留伫个掩埋场，还有掩埋场，分林是注定爱落伍遐。佫来国乡镇，拢爱设转运站，河尾人有够厉害啊！林内都真正强韧度够啊，两三万栋，诶，垃圾长期伫遐，在那边堆置，环境卫生的问题。空气品质的污染，这是问题。身为行政首长啊，应不应该去重视？应不应该以积极的态度来面对啊？哦，所以讲哦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啦，伫遮有只是当甲你建议尔。哦，啊嘛，唔忙讲，咱伫咱的这个下一次定计划进行啊，咱的环保局长。你主底就是建设处长，那么你这种馆长，伊会甲你调来这个环保局，伊就是要借用你、借用你的长才，要来针对垃圾，要来处理。所以讲，你应该就任那么久了，必须要有一个配套了。这阵你心底面应该要有负案了才对啊。哦，过来最后一点，严时前啊，伫咱口湖乡，这个。地渣已经开始在倒啊！说明会百姓拢抗争，大家都否定。咱家是一个淳朴的所在，咱家无要做垃圾山啦。所以讲吼，本身徛伫地方民意代表这个角度，嘛坚真坚持来反对着这个炉渣来囤伫咱口湖甲水南乡的界界，吼。如果那是这边不够的啦，我一定会站在抗争反对的最前线。以上，感谢。啊，感谢我们上议员的这发言啦吼。其实应该观众也感受得到吼，今日开会大家发言的这个真踊跃啦吼，而且拢是这个三个哦，真重要这个话题啦吼。本身本来嘛要发言啦吼，但是今嘛算讲啊，才做出是啊讲，我来讲一下公道话啦吼。馆长对这摆这个云林灯会吼，所有议员啊，几乎都肯定了吼，应该是讲，唔是讲云林的灯会了吼，让世界看到台湾的云林，唔是讲让台湾看到云林的灯会吼。我本身我一礼拜吼，我伫咧灯会这几天我拢去六天，六天的感受都是清气，服务人员的这个热情、用心啦吼，大家辛苦了吼，包括警务单位啦吼，馆长各局室的主管。哦、包括馆长，我伫遐我嘛看到伊几啊摆，但是你咧问，我嘛无去甲你拍招呼啦吼。所以这个灯位的话吼，整体算起来，我的感觉是95分以上啦吼、哦。啊，当然啦，如果若后一摆，我相信会搁较好，会搁较吼，予真侪怨言搁较少啦。当然要100%，我唔敢讲100%，但是至少这一次的努力吼，我是感觉讲全分林关啦，甚至全台湾省拢看会到啦吼。啊，过来咱请咱赖明源议员发言。大会主持人吼，啊，咱县长，啊，咱各科室的，咱局长吼，局处长，嘿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啦，吃晚吼，甲当拢也未吃饭啦，啊，对恁来讲，啊嘛实在是真歹势啦，但是吼，嘛是要甲恁娱乐一下啦，遮侪议员对着这灯会，尤其咱遮龙岗的所在，搁遮无钱的所在，有咋甲灯会办甲遮好，县长，这项吼，实在你无简单啦，吼。但是吼，嘛有足济需要阁改进的，啊嘛有足济需要阁进步的。高坑，石龙谷的所在，嘛是一个上偏远的所在，但是地方上开阔。我希望
咱即间即届前瞻性的问题吼，用甲高科纳入伫观光，未使完全拢无啊，对无？即上好推广的，你唔推广，你完全拢无去用到遮。所有草岭、石壁、上湖、花山、花南、桂林，尤其高科本地，即遮好开发的物件，前瞻性的无一项摆入。我希望县长吼，甲咱县府团队，爱甲以后一日游、两日游，甲纳入在古坑里面，甲这开发出来，地方唔只会发展。你都有咋甲灯会办甲讲几千万人入来，是安那咱无法度甲前瞻性的计划写上去，掏一寡钱来伫咱地方落实呢？拄则咱他们上议员讲的，我是感觉嘛有理啦，因为灯会开始，予咱的团队创甲。实在啊，真正乌烟瘴气啦吼！啊，但是吼、哦、办甲遮好，到尾来大家成果吼啊，真好啦！啊，对咱县政府的风评也袂歹。我希望过来咱前瞻性遮争取的，莫讲五十二亿啦，看会当加争取五百二十亿来无？八千几亿咧啊！咱现在争取到咱上少的是安怎啦安尼？对无？咱的团队，我希望咱那个更加努力，县长。我直接甲咱全县的县民，甲你拜托，讲吼，一定要用心，像咧争取电费安尼，搁更加争取较侪钱安尼，好不好？拜托一下吼，啊，过来，这个会渣的问题啦吼，我要找局长问一下，局长，拄则迄个。